小元宝，那我们喜欢的可以点击我们左上角关注，我是一个古典舞主播，感谢林哥送来的跑车支持，谢谢林哥的跑车，感谢支持，谢谢，感谢林哥送来的烟花支持，谢谢，感谢林姐送来的人气票支持，谢谢，欢迎许光姐，感谢林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家人们，咱们人气榜还差2分钟，咱们有人气榜的可以把人气票送一下，感谢支持。咱没有点关注朋友们，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，家人们，我们左上角的关注答案可以点一下哦，然后可以加入粉丝团，咱们黄色爱心加入一下咱们的粉丝团，谢谢支持，感谢你们，感谢林一姐，谢谢华浩，感谢。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感谢林姐，谢谢谢谢彩云之南送来的粉丝团，感谢你啊，帮我点亮粉丝。然后咱们有人气票票的可以送送咱们的人气票，家人们感谢支持，谢谢。啊，行，咱们就连一下。咱们10点钟再连，咱们有人气票的可以送送咱们的人气票。感谢唯一，谢谢光花，谢谢谢谢支持。感谢表哥，谢谢表哥的人气票，谢谢表哥。感谢凯哥，谢谢凯哥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去连一下啊，唐三藏。带着你的呼吸，今天真可爱，真的难以忘记。关于你的消息，谢谢佛恩。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唱一段哦。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听过。关于你的消息。佩仪。哎。古典的姑娘，谢谢佛恩，谢谢你的支持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欢迎我如影随形妹妹回家。哦、对，听闻远方有你，没错。对，听闻远方有你。最近这歌好，这首歌好火哟。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佩仪，跳舞非常的美艳，在古装这一块跳舞界是number one， 哦，特别好，妙赞了。没有，就是那种美轮美奂，让你看到那种怎么就微风徐徐。佛恩，我呢是皈依弟子，这呢这个是我的皈依证、嗯、我呢是中国民间春晚主持人，世界梵音大会的节目主持人、哦、好优秀啊，家人们，真的很优秀。自我介绍一下啊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哇，好优秀啊，这是我的皈依证。直播间真的是有才华的直播，我真的觉得你特别有才华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而且我最近写了一首歌，吹拉弹唱你应该都会，我觉得你都会。我自己写了一首歌。真的吗？叫金蝉子。金蝉就是写唐僧取经一路上的千难万险，不容易、哦、你自己写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写的这首歌？现在已经可以唱了，但是呢、啊、还没有正式发行。是出版了不？就是这个月就有幸能听一下吗？这个月就会发行。真的吗？哦，那我一定要，我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听。就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金蝉子。金蝉子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个月几号可以，就是在酷狗吗？还是在哪里可以搜到？酷狗、百度、酷狗各种音乐平台都有。哦、金蝉子。特别适合你跳，可以等那首歌出售了，天天我就为你编一支舞蹈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先给你唱上两句吧。好，可以，咱们先以文会友一下啊，好吧？好的，你听一下适不适合你跳？我可以直接给你办了。听听这个古典的曲子。好的，佛恩。感谢自由飞翔。先听吧，是不是很适合你？对，就是美轮美奂。
何繁星追凡尘，世事轮回不曾恨，修成正果入佛门，千难万险谁人问，唯有金兰伴孤身，天道轮回绕过水，从此不再有贪嗔。我和众生一往情深，无所畏惧只为修真，披荆斩棘四海为画面好美，来哦。佛前明灯照乾坤，奈何凡心追凡尘，世事轮回不曾恨，修成正果入佛门，千难万险谁人问，无所畏惧只为修真，披荆斩棘四海为我，可众生一往情深，无所畏惧只为修真，披荆斩棘四海为真，因果轮回不渡凡尘，因果轮回不渡凡尘。好听，真的好听，太美了，家人们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太惊艳了，对面，没有太厉害了。宋兄，你要不嫌弃的话，我愿意为你编这一支舞蹈，可以吗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太，哎呀，没想到今天又碰撞出如此美妙的火花。对，真的很棒，真的特别特别的优秀，这首歌也特别有气势，是，好听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佩仪。我刚刚感谢林哥的支持，谢谢林大王，谢谢小风，感谢自由，感谢飞翔，谢谢鱼，感谢浮生，谢谢寒光，咱们这会儿还没有开始呢，谢谢你们，破费了，感谢 S， 感谢美仪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欢迎左右回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佛恩，谢谢大哥，谢谢佛恩大哥的支持。要不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就是下播了，可不可以就是？可以发给我，到时候可以发给我把这个曲子。行，可以发，反正最近就第一次来是吧，冯文大哥，可以发给你，但是好好的编一下。哎，对，马上也发行了，最近这两天我会去录音，到时候都会在网上听到。好，那我等你发给我。好，什么时候发？太美了。咱们今天玩不玩呀？我们今天来呀。既然连上了，也耽误你的时间了啊！耽误你的时间了。我很开心的，我很开心的。那我们行，那咱就简单的切磋一下，就输了以后看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什么那种古香古色。输了的话，给你跳一个，给你跳小野猫一点的舞蹈，好不好？我那天看看你跳穿那个
大棉袄跳的挺好。火，看火吗？火，火。这样吧，输了的话跳火。好。好。我输了，给你跳冰。冰，好的，福文大哥，好的。你也跳火呗。行，火，我也跳火。输了跳火。咱俩都跳火。哦、好，嗯。就重连吧，谢谢福文大哥，重连吧，现在没有时间，感谢林哥，谢谢，我等你，嗯，我黏你，我黏你啊，我黏你，嗯，好，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开始了，可以了，嗯，不用重连了哈，嗯，好了，已经，行，好，开始，哎，大家，那我们就开始闭麦了，嗯，好。好，咱们就开始闭麦了，家人们，就是进来的朋友们喜欢的可以点击关注。我这会儿连还没有连不到八戒哥，因为开始八戒哥连我的时候在轮麦，然后又连不到他，因为这会儿这个时候可能他就是八戒哥这个时候在就是有安排，他们就是跟有自己的安排的，可还没有空出档，我一会儿再去连八戒哥哥，好不好？结束了是吗？哦，那我一会儿再跟八戒哥说一下，就是开始那个是因为在轮麦，所以不能连这个时候，实在是对不起八家人，就是感谢小锤头，谢谢无人伴我，感谢小锤头，谢谢无人伴我，谢谢曼珠，感谢曼珠，谢谢逍遥，感谢无人，谢谢樊里，谢谢樊里。我刚刚连了好多回，刚刚连了四五回连过去，我下了麦立马就连过去了，感谢老徐的，谢谢老徐送来的，爱你，谢谢老徐哥，爱你，发这么多礼盒，感谢你，谢无人，感谢曼珠，谢谢支持，感谢无人，谢谢你们。哦，对对，我一会儿私信一下，解释一下，输了跳我连怎么啊？输了跳火，感谢无人，老徐哥哥有好几天都没有来了，最近元旦节，感谢元，谢谢无人哥哥的爱心支持，谢谢无人哥哥的爱心。我觉得八戒哥哥应该不会生气的，因为八戒哥确实他，因为就是八戒哥是那么大的主播，他每次直播的时候都会安排自己的就是连麦的人，连麦的主播，所以因为我刚好不在那个点儿，因为我那个点儿刚好在轮麦，所以就没有遇到，然后他八戒哥就会和别的主播玩。感谢无人，感谢无人送的爱心，谢谢。感谢清静，谢谢清静，谢谢曼珠，感谢曼珠，谢谢。感谢无人，谢谢无人。还要下播了，那我一会儿说一下他，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。感谢小冉，谢谢小冉，欢迎林哥，感谢小冉的爱心支持，谢谢。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，欢迎平常哥哥。还有最后的1分44秒，感谢小冉给我送爱心，谢谢，感谢小冉，谢谢曼珠，感谢曼珠，哇哦，谢谢我们的铁憨憨送的烟花，谢谢憨憨姐姐的烟花，感谢帅气，谢谢，感谢红豆，感谢小冉，谢小冉给我送了好多好多爱心啊，谢谢。好可爱的小锤头，嘿嘿嘿！谢谢深蓝，感谢刘峰哥哥，谢谢刘峰哥哥的爱心，感谢小冉，好想念小冉，一直在给我送爱心，真的感谢你，谢谢咱们的表哥的爱心支持，咱们昨儿个就输了胜算，咱们今天能不能站起来？咱们要做一个。
小哥能不能救救我们？救救我！感谢小冉，谢谢小冉送来的爱的发射。表哥救我！表哥，救我！感谢齐天大圣，感谢晚风，感谢你们在还最后十秒钟时间，家人们，咱们一起救救，救救小佩，救救咱们的家人们。感谢你们支持，守护咱们家所有的女宝宝们。谢谢十公子，感谢可爱，谢谢十公子，感谢你们，你战你败，你败你战，感谢老师，谢谢小锤头，感谢袁小冉，谢谢史公子，感谢憨憨姐姐，感谢可爱，谢谢曼珠沙华，感谢唯一，谢谢无人，感谢静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，加油！威武霸气！感谢家人们，我们又谢谢家人们，咱们打上左右威武霸气，我又胜利了，家人们，继续加油！谢谢所有上榜的家人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给咱们上榜的家人们，谢谢大家，来点点关注，加油！家人们打上左右威武霸气，来。谢谢大家，咱们以后有感谢上身，我换个衣服好，谢谢朋友们，威武霸气，威武霸气，谢谢大家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不着急，佩仪，不着急，你慢慢换。也给咱们左右来点点关注，谢谢我菲菲姐，给咱们欢迎金钥匙，给咱们榜一来点点关注。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家人们。咱们就开始了，对，就这个感觉。咱们就开始了，咱们就怎么说呢？大花妞。这舞蹈可能会掉人，但是希望你们还会继续的爱我。不会掉人的，你看你现在都上了。咱们感受一下配面姑娘的舞蹈。就是爱音乐，别叫我停下来。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。要快乐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不要在意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嘴，每句都让心跳跃。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，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。I'm feeling good， 无法喘气。我就是火，不能被谁浇熄。就是火，我们就是火。我已经爱上你，别叫我停下来。我一直在寻找，连做梦都在笑。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。想靠近我的人，你方向要对准。
要在意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对，有你无法预知的夜，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， I'm feeling good， 无法喘息，我就是火，不能被谁冲洗。没了，对呀，还想看呀，不给机会呀。哎，太厉害了，家人们，吃完这只我鼓掌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太厉害了，下次我要欢迎下次我要赢了，下次我要赢了跳，就为了你这么卖力，我也得给你来一个啊！家人们，我给你来一个热闹的。欢迎风阳哥哥，欢迎风阳哥哥。跳得太好了，对，给咱们的榜上的家人，咱们也来一个。左右姐姐好像没有看过我。对面也来给我们跳舞，觉得咱们真的是，虽然这把咱们输了，咱们真的就是有面子。家人们，感谢渊哥的爱心，咱们这把真的有面子。家人们，咱们去给对面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咱们去给对面点点关注哈，去给对面点点关注。感谢六六，我们一会儿对面表演的时候，咱们就是过去帮他扣，帮那个丧生扣一波六六六，扣一波六六六，好不好？人家给这么给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有点像，就是，真的有迪斯科。不得，对啊，不得搞点80年代的感觉吗？迪斯科就是丧生长头发。你都回归到80年代了，我不得给配上你吗？丧生长头发的家人们，好帅、啊，好看耶！来了，咱们就是说，咱们也来一段80年代的感觉。来一段，来一段什么呢？护花使者。哎，这个音乐好，不错。配合上咱们对面的姑娘，就是、送给咱们家人们。好看的话，咱们666走起，家人们。情人爱我吧，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，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
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停叫唤跟他归家，失焦的冷风不准吹去他，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，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，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，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，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，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，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好有那味道哎，真的有那味儿。咱们家人说，真的很像那个张卫健，很像张卫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感觉你什么类型的舞蹈也能驾驭，厉害了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上气不接下气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快坐下来收拾一下，坐下来收拾一下。怎么感觉我们两个人就是？穿越回来了，也不知道怎么我俩怎么就是穿越回来了，家人们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不辛苦，快喝口水，不辛苦，没事没事，不辛苦不辛苦。哇，跳真好看，就那感觉。哎，我跳舞纯属瞎跳，我那个什么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玉儿。家人们家人们，咱们去给对面玉帝哥哥点点关注，真的很辛苦，对吧？就给咱们真的是纯福利，真是纯福利，家人们去给他点点关注。好，我就跟你感染的，我都忍不住左右摇摆。对，这支舞蹈我以后我也要跳。回头咱俩一起跳，可以整个组合，整个组合。对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！快快快点喝口水，喝口水。没事儿，谢谢你的舞蹈，感谢。谢谢你的舞蹈。对，以舞会友。好。我们跟对面是以舞会友了。对对对对，我疼。行。好。那我就走了啊。啊，好，我还想再聊会儿呢。那我们，你是不是要换衣服啊？没事儿，我就这样也行。我要不这样吧，你给我跳了这么好看的舞蹈，我把衣服给换回来，给你们家带来一个美丽的舞蹈，好不好？行，把衣服给换回来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好，哎呀，又有福利了，再玩会儿是吧？再玩会儿，再跟人家配合一个，很热闹。咱们就是在直播间就是热闹，看不一样的这个舞蹈呈现。佩仪跳舞好看，对面跳舞确实厉害。对面他家的画面特别好看，你换衣服哦？对，我也要换衣服。佩仪来跳舞，我来换衣服，正好。要流鼻血了，我不看了还不行吗？我不看了。来，我们就是跳一支美美的古典舞，送给两边的家人们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感谢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家人们，咱们也给对面就是。跳一个醉红尘，给对面助力一点。咱们的，哎，那我就跳个女儿情吧，好不好？送给对面的色生。咱们家去对面，咱们扣一波金蝉子，咱们去对面扣一波金蝉子。来吧，也给人家增加一点热度，家人们，家人们帮个忙，咱们去对面扣一波金蝉子。谢谢大家，家人们，咱们一起去对面来上一波金蝉子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。
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声色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，说什么忘全不悔，把什么戒律尽乖，只愿天长地竟然有如此美艳的女子，为我们舞蹈一曲，是如此的惊艳四座，美轮美奂，只能用一句话形容 beautiful。 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声色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，欢迎我左右姐，说什么忘全不悔，怕什么戒律尽乖，只愿天长地眨一下，逝去0.02秒。惊艳的姑娘，如此美妙的舞姿，只能用一句个字形容 beautiful。 原来如此，那 very good。 可以，那圣僧还有看过谁？看过姑娘之后，其他的都不敢看了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完了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，家人们？没有说错话。好。好嘞。哦。行。好。那你就忙吧。谢谢你的舞蹈，辛苦了，谢谢你，谢谢圣僧。家人们，咱们
再给森生点点关注，家人们。好，咱也给对面，咱们来画面了，家人们，刚刚啊，嗯。好。行嘞。好，那我们。那我就走了。那我们明天再玩，好不好？哎，一路长虹。好嘞。一路长虹。好。好。拜拜。再见。好。嗯。嗯，拜见。